看这炸油条的生意多火爆。这煎包分素馅和荤馅两种，这儿的肉煎包馅是用牛肉、萝卜、大葱来制作的，里面没有放粉条。素馅的是用豆腐、鸡蛋、韭菜来制作的。这儿卖的有胡辣汤、豆腐脑和稀饭。这里面是豆腐脑。要辣椒不要了。这是胡辣汤。这里面是稀饭。